接发球也不少，但是一方面呢，他们相对来说年轻一点吧。第二呢，就是他们没有说一直走的那么远，也有比较早淘汰的情况。 就相对来说，他们的球中国台北的杨博轩和胡林芳的比赛当中啊，中国台北组合也是更多的用这种底线大斜线、抽大斜线去调动郑思维，是一个关键，又是斜线啊，其实现在。 体能之内解决战斗，那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一个节奏。 这个时候确实对球的这个控制能力会下降，但是需要我们的队员克服。哦，这一球两个人。 顺风的是杀了一个比较重的球，哦，漂亮。 谁拿得住的话，对于男孩来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。哦，斜线没分，门口封住，好的。啊！现在分差已经追上来。 漂亮！哦，好防！太好了，看反击，好的，界内。
歇了一站两站这么去打的。对，这个考验运动员的体力跟精力，还考验一个就是斗志啊，嗯，对冠军的渴望。对，真的是祝贺我们的黄，我们。